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来木翠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非常厉害的玩具 ，Pinks。这一台啊，相当的厉害啊，纽西兰纯手工打造高阶的手摇咖啡浓缩机。各位请注意，是手摇，它的萃取方式是用摇的，非常特别。那我们先打开让各位看一下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螺丝，非常厉害的本体，拿出来，各位，纽西兰纯手工打造浓缩咖啡机，相当的厉害。填压器做得非常的有质感，无底把手，底座，这个集水槽可以拿起来。支撑架，这一支就是他手摇的把手，好，里面就是这样子。要怎么煮呢？来，这里支撑架，这里两个洞，好，锁紧，其实它组装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整体相当的有霸气哦，还有这一只把手，这一只把手这个洞是做六角形的，所以扣上去，盖子这里盖上去，水从这边加进去，然后加到这一个储水槽里面，然后旋转吸水，把水打出来， OK。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表，这个表我们就尽量控制在绿色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。这种机制我们第一次用都要先预热，那所以我先倒入100度的热水把机子做预热，里面的热水把它漏出来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开关，可以把储水槽的水把它漏出来。加入新的热水。那这一台啊，我觉得它的蓄热真的相当的好哦。
停一下。哇，整体的甜度相当的高，我们再做一杯好不好？对，冰拿铁，哦，焦香焦香，又带有奶香。Pinks， 一台要多少钱？各位，50000，算不算收藏级等级？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订阅一下，拜拜。